这看得出来是真喜欢啊！一个男人真喜欢某一样东西，那种专注的眼神，是性感的。其实这个跟我们第一次那手艺人有一点相像，他也是变废为宝，所以我特别推荐他。再有一点就是，他是我的老乡。啊啊！我回到家乡，看到家乡人哎有这样的聪明才智，我觉得哎特别欣慰，所以我第一个把他推荐出来。啊，那么掌声有请这位性感的男人。给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姓全，全力坤，是来自河北保定，目前有自己的一家钢雕工作室。啊，这些东西大家看到的都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双手打造出来，全部是纯手工打造而成，对吧？当然这些东西只是我们目前产品这一小小部分，还有很多很多，就是这样。对，你好大年纪了。今年35了。35了？对，还没长大。其实在座的各位，我相信肯定与我有年龄相仿的，对吧？80、90，这些东西都是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过来的这些角色，可能很多人都能耳熟能详，包括这个黄蜂啊，包括这些，还有这些等等的吧。你们家人就没人管管你？你老婆肯定反对吧？觉得你玩物丧志。有一点，但是现在还好。现在为什么还好？能卖钱是吧？对。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些东西？大概是10年以前了。10年前，你25。对。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个？简单点讲的话，我是不是很通俗？我说是为了钱。啊，没关系，我们都是为了钱啊。你最困难的时候，最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苦的时候，我们当时其实是开始的时候是在外边一个城市，不是在我们的老家。那我们需要去租房子，需要去维持生计。一个月可能一个人零花钱连1000块钱都不到，啊，吃得上饭吗？饭是肯定能吃得上，但是我记得我们当时住的那个地儿，就是很小，大概也就是15平米左右，我估计，就是一进门就能就上床了，基本上就是。当时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从那样一步一步去。你是一个人干还是有合伙人？我有一个合伙人，啊，是我的发小，我的这个好伙伴，我的合伙人。为什么要用这么多形容词呢？因为他的身份真的很特殊。我刚才讲的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包括我们还是这个结拜兄弟。他重要还是老婆重要？用这个时间去衡量的话，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要比我与我老婆在一块的时间要长得多得多得多。大家可能想象不到，那两个人要非选一个怎么办？就选一个过日子吗？不是，做事情。就是选择跟他厮守终身。但是厮守终身未必是因为爱情，也可能因为友情嘛。如果非要选择一个，他们俩之间闹矛盾，必须选择一个，你选谁？这个问题容我考虑。胡老师，你不如这么问：你老婆跟你发小掉河里，你先救谁？我肯定是我老婆。对，他不一定，因为我这个合伙人啊，他会游泳，狗刨的那种游泳。如果他也不会游泳呢？这个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合伙人其实也来到了现场哈，是那位吧？对，你好，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郝永涛，我们两个从小是一个村长大。多少年了？从出生开始我们就是邻居。光屁股长大的是吧？对，光屁股长大的。你们俩的分工是什么？制作两个人都参与吧，销售谁做的多谁主导。我做的多一些。你做他卖。对，你们这属于夫妻店啊？不，这属于兄弟店啊。你们俩之间闹过矛盾吗？几乎没有吧。为钱闹过吗？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你们家人支持吗？我们家人就像刚开始说的，刚开始都不支持，两家人都不支持。因为我们放弃这个修车，从开始做这个的时候，生活真的很难。当时少的时候，每个人从账上拿走300块钱，算开工资了。而且我们在外边待了大概有1年的时间吧，一直是维持在这个状态。你们俩在最困苦的时候抱头痛哭过吗？没有抱头痛哭，但是也经常感慨。当时我们两个约定了一个，就是说，在1年的时间，坚持1年的时间，如果真的要挣不到钱，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也有孩子了。所以说我们就放弃这个行业。
但是通过自个儿的努力吧，产品不断的丰富，哎，有一些老板呢，这看到了以后比较喜欢，就是说支持一下，包括给一些汽车商搞活动啊，给我们给个机会展示一下，就这样慢慢慢的火起来了。一年的流水大概多少？也就好的时候几十个吧。好的时候才几十个。对对对。哦，我以为啊，您请坐啊，我以为这一年的销量很大呢。他比较保守啊，他保守，你问一下这个嘴皮子比较利索的人。其实在他的一个基础上，稍微涨一点点是吧？再加个零，直接说，我们都了解。推荐人在这事先都做过调查的。啊，现在还好，低调低调啊，低调。我们请你的那个搭档跟你，他来介绍，你来卖也行，咱们现场卖一个也行。可以。行不行？来，掌声有请。从哪个开始？那就从中间这款小的开始吧。啊，从这个小的开始。这款小的为什么我想做它呢？就是主要是它看着特别萌，它虽然在变形金刚里边没有那么霸气，但是我感觉这是我喜欢的一个角色。然后呢，我就想用我的手法呢，把它给呈现出来。就是我们的工艺是什么呀？就是简单的手锤子焊机。你就是靠锤子这基础工具敲出来的，是吧？对 对, 对。但这个大家仔细看那个镜头里边，其实特别像涂磊老师。对不对？对，前面那个大镜子，大眼镜，我眼睛有那么大。还有你的发型，就没毛嘛，头上没毛嘛啊。这个你怎么定价呢？这个定价就根据我们这个原材料，其实原材料这一块呢不是我们主要的成本，主要是这个工时，比如投入了一个月的时间，那它的成本就比较高。对，你还挺厚道啊。就根据这个来的吧。这多重啊？这个大概就是在40公斤左右。40公斤左右，卖吗？卖。多少钱？卖。全总说的就是。全总。对，全总。那我该怎么称呼你呢？我是好工吧。好工。对。全总。全总好工。对。啊，行。这个多少钱呢？刚才说，全总。就是我们正常的销售价就是5000块钱。5000块钱，有人要吗？包邮吗？这个5000。你要是在北京，那就简单了。北京，他在北京，你要吗？我可以要。你要5000，肯定不能。怎么也得打个折啊，对吧？2500，加点呗，5000块钱。应该打折，加什么加呀？对不对？对，你想这个便宜一点。哎，你们这些女人，人家刚开始做的时候，你们都反对，做成了你们又要买，不加点？不是，我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打折，你知道吗？因为他们2000，我缺少一点情怀的东西，所以就因为这一点，虽然产品很好，但是还是要打个折。这些女人过日子的时候说银行存款是吧？挣了钱之后，她又讲情怀。对啊。他可以跟你交流是吗？他可以说话吗？这个功能可以后期实现，但是现在这一款没有。这一款没有，还要实现说话功能要加钱。那我就买这个暂时还没实现的吧。行，台下交易。来，这里面最喜欢、自己最得意的是哪个？我自己最得意的还是黄蜂，还是黄蜂。那咱就说说黄蜂吧，来。这黄蜂呢，大家看它这个机械感特别强，就是说用我们这些零部件啊展现出来呀、啊。感觉更真实一些，看着更霸气，更帅。你这个钣金是哪来的？这个材料都是从废这个拆车厂嘛，拆车厂一些修理厂去收嘛，捡。这个棱角都是敲出来的，还是用冲压模具冲出来的？都是敲出来的，都敲出来的，敲这么直？对。哦，其他的几乎都是全部都是汽车上的了。这卖多少钱？这个我们现在的售价是12200。12200，这也是不能动的。对，这个也是不能的。这个买回家去的话，摆在没有地方摆呀、啊。如果说，比如说，哎，你平时那个找用户去给他合影收钱，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我们是愿意合个影，比如说给点钱。其实说句实在话，12200买一个这个东西真不贵。对。关键是公司里面进行摆设，现代化的一些这个互联网公司摆一个这个挺好的。但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对的。这叫什么名字？这一款它是也是这个电影里边的一个角色，叫机械狗，就是一个狗的造型嘛。当然它就是在电影里边演呢，它就是一个反派的一个角色了。这好像是仿着潮汐的。潮汐这个动作很厉害。对，这一款的特点它就是机械感很强很强，全部都是用这个零配件去打造出来。涂磊老师，你要知道，就上一集我们不是那个弄了你一个同款吗？然后呢，我们节目组的导演就开始，他们说每次要有这样的手艺人来，他们都要挑战一下。于是今天我们节目组导演也做了一个变形金刚，要挑战一下他。请
请看。哇塞！哎，这个有创意，做的真好，特别是脑袋有创意，对吧？这是变形金刚的那个身子，然后还有小翅膀，是吧？身高也不高，好厉害！所以这个呢，我们也可以拿出来拍卖，大概价值6000块啊。六块钱可以。不，中间那俩孔是干嘛的？这个其实就是散热。有没有人想要6块？600块，6块，600块，666，888。我代表节目组880拍给你了，好不好？刚才都说到生活啊，生活有的时候确实很现实，也许一个模型卖出去正好能够满足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真正的为了一个月的生活而赶期制作出来的产品？有这个时候，当时我们做一款也是客户定制的一个铁牛，当时为了赶工期，3天3夜都从来没有休息。当时我下边的那个工人也好，他们是2个小时轮换一个人，我是连着干了76个小时。这些而且中间从来都不带吃饭的，吃不下去，就是累到那种程度的时候。这家人都知道吗？家人知道，肯定是知道的。那今天为止算是大有改观了，生活也挺好的了。对，那有什么要跟一直支持自己的家人说的呢？我当时结婚的时候呢，我老婆的一个姐姐给她借钱，当时我们也没有多少钱，我的工资当时是那时候还上班，刚结婚的时候一个月1500块钱，当时借钱我给我老婆说了一句话，我说结婚了以后咱们家不管多么困难，我不会让你去出去借一分钱，到现在也是这样，不管再困难从来没有让我老婆去外边找过一分钱。一个男人吧，应该有责任感吧，既然嫁给我了我就得养得起。我未必能让你幸福，但不让你受委屈。包括我的父母到现在也一直跟着我，从农村，我们两个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从小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是我们就是想靠自个儿的双手呢给家人一个好的生活。我觉得你说的特别踏实，真的。全总，对这个刚才这个我的合伙人郝经理讲的确实就是这样的，我们刚开始一步一步走来到现在已经10多年，确实很不容易，但还好通过我们两个人的共同努力有现在的这个成就，小有成就吧，至少比我们周边的上班的那些要稍微好一点点，至少我们的时间也相对自由一点，至少我们的这个财务也相对的要好一点，所以说干自己喜欢的事儿，而且还能得到回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价值，很好的体现。他就是一个工匠，他把兴趣变成了谋生的手段。你说技术含量有多高也没有，但贵在于他们坚持。为什么？因为他们只会干这一件事。来，我来问一下现场的企业家，有谁有像他们一样幸运，十几年的合作伙伴没有变，而且两人喜欢的是同样的东西，而且没有为钱吵过架？我有。李浩洋？我跟李浩洋10年。有像他们一样幸运，十几年的合作伙伴没有变，而且两人喜欢的是同样的东西，而且没有为钱吵过架？我有。李浩洋？我跟李浩洋10年。你们俩不吵架？我们俩不基本上不吵架。是因为你根本吵不过他。对，所以你说了我其实这就是聪明的一点。所以你们是我知道我吵不过他，所以我们不吵。那你说一次你跟厉浩洋之间因为矛盾而引发两个人触景生情的事情。在12年啊，那个有一次很矛盾，没吵架啊，就选择分手，就我们散伙啊，那时候是在另外一家公司，然后呢我电话关机关了3天，他找不着我，他哭了3天，他发动所有的人包括发动他老婆找我，然后第3天找到了，我们约在一个地方相见，第一个动作我们是拥抱啊，然后那个分开的念头就骤然就没有了。
是。在那个电影《中国合伙人》里面说，男人有三件事不能干啊。第一件，不要跟比自己聪明的女人谈恋爱；第二件，不要跟丈母娘打麻将；第三，不要跟兄弟做生意。事实上，有很多人，好兄弟之间，因为一起做生意，因为欲望，因为钱，最后分散。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两兄弟，因为一直与钢铁打交道的人，一般都是相对沉闷的人，否则他不可能一锤子一锤子敲出来。尤其这哥们儿，所以他们俩能够到今天共同做着特别喜欢做的事情，没有为钱吵过架，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还不离不弃，还的确是这种兄弟之间的感情比很多夫妻的感情都非常深厚。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莫大的幸运。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样的朋友，也没有这样的友谊，挺让人羡慕的。所以你们俩应该拥抱一下。除了祝福你们生意越做越好之外，我还是更希望你们俩之间的感情永远不离散，好不好？谢谢你们来到节目当中。好，谢谢。谢谢。